请三年二班胡亮同学上台演讲，题目是我的家乡。啊，我的家乡是美丽的小城吉安，它安安静静，普普通通。然而因为一支乐队的出现，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谁能想象红遍全国的破吉他乐队竟然来自一个名叫吉安的边水小城，而乐队的四位成员全都是带骨。让我们来一起采访一下他们。那什么，从哪说呀？冲镜头说。你问他吧，他主刀胆子大。老妹儿离我远点儿，我有积压了。你们在台上唱歌的时候也这么害羞吗？啊。练了吗？来一段。
们想唱歌。我说不让你们唱了吗？我只是让你们边跳边唱。咱们是玩摇滚的，边跳边唱是不是有点不严肃吗？你瞅瞅你，长得跟个转基因变态大鲶鱼似的，你跟我提什么严肃？你严肃吗？玩摇滚有什么用？供你们玩了4年摇滚，一共给我赚了67块钱，还是税钱。现在穷的他们连烟都抽不起了。哎，咱必须得转型。我找到一笔钱，带你们去韩国，先整容后出道，不搞摇滚，搞唱跳，完后出口转内销。跟我去见个人，都听好了，要么跳，要么滚。靠边。哎，人呢？小城武帝，展信安，此刻我已经在云海之上开始了我的流浪。这台惊心动魄的手术让我彻底看穿了生死，钱赚再多不过数字，秋裤行业我已称王。之前我的目光太短浅了，这台双眼皮环切术打开了我的眼界，也捎带脚割开了我的心扉。至于我答应过你的50万投资，翻篇了。嘿嘿，我是只看背面。这50万，我将以秋裤的形式赠予你。我想你一定会喜欢这个摇滚的方式，毕竟你曾经和伟大的破吉他乐队并肩作战。不要寻找我，我已不再是我。我是爱情的囚徒，我是天空的儿子。50万的货都在这儿了。喂，喂，你是谁？你给我打电话，你问我是谁？你是破吉的乐队前经纪人成功老师吗？你谁呀？哎呦我的老天爷，成老师是我呀，红呀！我给你微博留言合作邮箱发过视频那个。成经纪过怎么？哎，等会儿，你怎么知道我电话的？我看邮箱前几个数特别像手机号，我就打听一下试试。结果，哎呦我去！您这么大个腕咋不注意点隐私呢？这粗心鬼！我挂了。不，别挂！陈老师，你能不能考虑一下，就挨一个月当我乐队的经纪人，挨吉安帮我宣传演唱会，要求你提。我没兴趣。别，说说看呗。您开个价。我开价啊？50万。哎呦！我去东北挣一笔快钱儿。回来就带你们去韩国，勤练舞，有空上街卖卖秋裤。
成功告示吗？啊！搜员。他就是北京著名的音乐经纪人陈巩老师。大家好，破吉的乐队就是让他给弄解散的。有什么跟别人照相吗？给，有快手往快手整啊。咋到家呢？滚，王子修车厂，这是跟哪个王子有仇啊？啊，哥。这是摇滚王子修车厂，那个摇字刮大风给摇掉了。谁呀，摇滚王子？明知故问。来来来，公哥，来，当自己家一样，进来来，随便坐。公哥，你坐呀。啊，哎，这裤衩，坐这儿。哎，累死我了。哎，公哥，以后就住这儿，咱俩呀，一被窝。不用了，我就受点委屈住酒店吧啊。公哥，我没有钱给你住酒店啊，我就10万块钱，我就给你交定金啊。你再说一遍，你没钱。我有，就我没现钱儿。那我这地儿马上要拆迁了，拆迁完以后那钱都给你啊。哎，再说啊，公哥，那咱不是分期付款吗？分期付款也要每天借点钱，一天借不着我就回北京。还房子怎么了？你瞅你住这个破地儿，这收拾完不就行了吗？摇滚王子嘛，是吧？玩的就是脏范儿，这大床房咔咔收拾干净利整的啊。公哥，你看，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大吉他，是当年我们吉安市政府啊给破吉的乐队盖的。啊，哎，哥，嗯，你看这个，是当年老宋在台上赐给我的，我一直带着呢。行，背皮人怎么造？是洪先生，活生生的让我拿脖子给盘黑啊。哎呦，买不买的？哎，哥，头两天吧。我听人家说，市政府要把这大吉他给拆了，然后摇滚公园这片地要搞房地产，我没同意。搞房地产又不是搞你，还有你同意啊？只要不搞大吉他，他们可以应该搞我。等会儿再搞你，来，你先给我拍张照。嗯，你等会儿再拍，哥，我求求你。9月30号啊，是破吉的乐队在吉安演出20周年纪念，我就想在那天，哎，就在这儿。办一个轰动全城的演唱会，让我们市领导看看，吉安的摇滚没有死，摇滚公园不能拆。算了，我还是先给你照吧，万一要是拆了呢，是吧？公哥，我给你设计个 pose 啊，啊，你知道我的外号是什么吗？吉安 pose 机。哎，这样。就来那个摇滚那个最经典的那个造型，风光滚，哎，对，你乱滚，哎，乱滚，哎呀，你小点声，这样啊，哎，滚，来啊，给你好好照着相。老天爷太顽皮了，怎么就把你安排到我床上来了？别碰我，赶紧睡觉，知道不？明天带我见见乐队其他成员。这话说的，哪有其他成员？躺在你身边的就是乐队的全部成员啊。
别给我闹啊！没给你的。你不说你有乐队吗？你听我组刚不就有了吗？你没有乐队，你找什么经纪？弄疼我啊！疼，我让你疼，这疼不疼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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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公哥，公哥，你这下炕咋就不认人了呢？你夜跑去？跑你大爷！给我买票回北京。别，公哥，哎，公哥，定金都给你了。公哥，滚！站住！孩子。心疼我了吧？你是不是有毛病？哎哥，你这把死了我都不管你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偶像的帮他弟弟，杀开，杀开，杀，谁谁？哎呦，哎！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今天不答应我。我将长在你的腿上，变成你身体的一部分。臭无赖是吧？电话呢？你干啥，公哥？哎，公哥，你干啥？打电话报警。别，公哥，公哥，我求你，我给你加50000块钱，你帮我组个乐队行吗？七万。六万。八万。七万。十万。十万。十一万。十万行。十五万。不是十万都行啊。都没准呢，怎么还往上涨呢？十万啊！哎，我跟你说，哥，吉安是个摇滚之城，我们这块不缺乐手，只要咱把传单散发出去，哎，那明天面试的人肯定是人山人海呀。哎呀，这人山人海的，这得面试到什么时候？这没认错呀，这地方。来吧，咱们开始吧啊！说一说你们的梦想。先做一下自我介绍。丁建国，贝斯手。丁建。对不起，丁。建国，贝斯手。这名起挺响。建国。咋样，鼓手？这名更响。高洪杰，拖拉机手。我是来修车的。滚！好，咱不受场外因素的影响啊。丁小姐，请问你为什么想要加入我们乐队？失恋了，解闷儿。这个理由也是。也挺充分啊，也挺充分。那这腿又长又白又细，来摸摸。改日吧，张先生。没有了，台湾来的了，想说凭个手艺混个饭吃的。好，那么经过组委会啊层层筛选，慎重考量，以目前二位这样的条件，可以说是非常符合我们的要求啊。咱们恭喜你们进入我们的乐队，明天晚上7点准时在这儿排练。哎，公，哎呀，不是。哎，公哥，这就默许吗？嗯。那我那10万块钱就这么花吗？这不挺好吗？挺好啥呀？一个拄着拐，一个穿的破衣勾搜的，咱是组乐队还是丐帮文工团呢？啥意思啊？你不爱玩腿吗？我也有。抚摸他吧，把玩他，来。哎，这等等，还有不到一个月就演出了，你说怎么着？你自己说。实在不行，我给你见个人去吧。
小胡，你别再找我了。我媳妇说了，你要再找我组乐队，她如果不打死你，她就不是吉安市唯一跆拳道黑带持有者。哎，别吵吵。这样啊，咱们就一个月，你可以提条件。我哪有时间呀？我白天上课，晚上钢琴班，我没事偷摸带她练琴来，哪有时间？练琴怎么还偷摸的呢？我妈妈说弹琴没出息，不挣钱，让我学好数理化，长大像北京的舅姥爷一样研究原子弹。看着没有，老娘们当家，防老无他，还打我！你看着我，要见着他，我怎么踢他的？西西啊，学钢琴有什么好？因为你爸学了钢琴，所以他成了音乐老师。因为他成了音乐老师，所以工资只有1700。因为工资只有1700，所以你奶奶只舍得坐公交。因为你奶奶追公交，所以在路上摔倒。因为在路上摔倒，所以去医院做了个体检。因为去医院做了个体检，所以查出来肝癌。因为肝癌晚期，你奶奶才活了97就英年早逝，所以你爸爸的经历告诉我们什么？钢琴弹得好，妈妈死得早。你想妈妈早死？不想。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呀？好好学数学，长大研究原子弹。几个月呢？没怀孕。胖的啊？那你周来来看妇科是吧？看什么妇科？我给你见个人儿，你看看，那个就是我们的吉他大帝杨双树。谁呀？就是破吉的乐队没火之前的主音吉他手。有一回演出，脑血栓直接栓台上了。他离开乐队以后，乐队就火了，太配了。欧阳娜娜。发什么毛病啊？我不过是一只普通的小娘子。杨老师。哦，不好意思，现在已经下班了啊，明天再带夫人来吧。啊，杨老师，我们是想跟您聊聊搞乐队的事儿。不要不要，你先出去玩一会儿。打吉他跟我之前的乐队有关系，我应该说是责无旁贷。但是，我答应过我女儿，为了身体健康，这摇滚呐，我戒了。杨老师，这个破吉的乐队呢已经解散了，摇滚公园呢也快要拆了。再过个3-5年，您一归天，吉安所有的孩子们就该把摇滚这事儿给忘了。杨老师，吉安摇滚需要您，您得继续弹呢。别别别，这么大的事儿，别指望我这个病郎中，还是你们年轻人自己折腾吧。杨老师，当年您拴在台上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呀。您说，一个摇滚乐手要是死在舞台上，这才是一件最摇滚的事儿啊。那您现在都不上台，您怎么死在台上呢？我那是逢场作戏。
逢场作戏。咋着？你是要绑架我座机啊？我报警！你个老骗子！我代表院院，我唾弃你！你是假的，你不配玩摇滚，你不配！假的，哼！我不配。嗯哼。杨老师，咱是。出的，我们想啪啪这干上来以后，完这是一个急的啥？我看副歌呢。杨老师，您别生气，您都从医这么多年了，还看不出这人有病啊？您就告诉我，现在您这体格子，还能不能摇滚了？说实话，我这脑血栓纯是喝酒闹的，自打戒了酒以后再没犯过。可没办法，我闺女不信呢，她说了。但凡再见着我碰那吉他，我娶后老伴的事儿就别想了。那我要是有个办法能瞒住你女儿，你愿意试试吗？今天是很有意义的一天，这咱们乐队成军的日子。哥，看得出这回真硬，大家都很开心。先做一些自我介绍吧。我叫胡明啊，是这个乐队的灵魂，我是主唱。还是我来介绍吧。这位美少女战士是咱们的主音吉的手，贝斯手丁建国，鼓手炸药，键盘手乔美希。哎，大家好。你雇个童工啊？你管是谁，能弹就行呗。大山哥，你啥意思？你不说你俺们整个孩子过来了？各位，我是没脸玩音乐了，但是西西有梦想，西西有对音乐的追求和执着。我应该无条件的去支持。西西，答应爸爸。我答应你，一定不告诉妈妈你的私房钱藏在哪儿。不是这个事儿。我一定好好谈。那我就先走了啊。完事儿给他送回去啊。我去给你们打掩护。慢走啊。父爱如山。我给了他500块钱，算你的啊。他记得还我。来来，咱排练了，走，西西走。来来，加油啊，大家！运气在那边。我来。不用。是他吗？谷哥，这把是我们吉安的第一把电吉他。当年他就是抱着他拴在台上。1960年元年的黑卡，吉他界中能有言，太性感了，前凸后翘。干啥呀？滚！你老头你，我俩这是你的不对了啊。那柳岩是谁都能摸的吗？啊，那大指甲盖子给摸坏了呢。但是拍张照片还是可以。哎哎哎，照吧，当一向正好，照。不照，排练。照。哎哎，兄弟，你那鼓啊，白反啊，壮观啊，你会不会打呀？我就爱这么打，看不惯坏人啊。这90后那么狂吗？90后啊，你这找的啥人啊？啊，
喝大酒的喝大酒，面壁的面壁，未成年的未成年，还有个导演钻，指这帮不正常的人过来拯救大吉他，你是不是玩呢？正常人谁跟你组乐队啊？我咋的啊？你咋的嘛？大舌头狼藉还让你当主唱，排练。我唱歌不大舌头狼藉就行了呗。咱们第一次彩排肯定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啊，没关系，我们呢先即兴的排练一小段啊，让问题乖乖的浮出水面。炸药，你先随便打一个，好吧？这太业余了，这动词大词都打不明白，这不会呀，这个。不是小卖部，是超市啊！我是开超市的，很高兴见到大家啊！鄙人孙大力。对了，咱们现在使用的所有器材全是由这个鄙人提供的，区区小钱，何足挂齿啊！哦，对对，我这还给大家带了一些小礼物啊，非常时尚，希望大家把它穿在身上啊。那个各种颜色都有，大家那个。为了寻找你，我搬进鸟的眼睛。大家好，我是甜甜。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甜甜自己一段小小的情感经历。闭了闭了闭了，天天听这个破广播。发财总，要不你先回去啊？你放心，我们一定把建国总平安的护送回家。对，那不行啊！现在我和建国的感情正处于爱情的拐点。据我可靠线人消息，这车里就咱仨。据我可靠消息，建国的腿根本就不是跳舞机跳折的。你才知道啊！你们早知道了？建国总的男友最近劈腿了，爱上建国总的闺蜜小美了。建国总逛街看见他俩亲嘴了，他开车去撞，把自己腿撞毁了。哎呦，还押上韵了呢，老铁！啥？哟，出去扒扒去！整那个四十八就人，那石头咋不早说呢？我这消息花了十多万块钱买的，嗯，还知道啥？说啊，还有就是，别，就那个，建国总不是搞音乐的嘛？他那个消息吧，就有一些他那个节奏上就相对。谢谢发财总。说啊，还有吧，就是我觉得你俩这个爱情的这个拐点呢，还没到呢。不对呀，那建国不是已经恢复单身了吗？
我听说建国总的前男友是个乐队主唱，看这情况没，俩人应该是和好了。这他妈是谈恋爱呀，还是他妈献爱心呢？啊？建国喜欢圆脸的啊？哎，哎，你看我，我是不是属于椭圆型的？你这个就是长。累了，学原子弹学的。行啊，你在北京也老这么偷人吗？你不会唠嗑就别硬唠，行吗？哎，赶紧回去啊！哎，等会儿哥，哎，来，啥呀？分期付款吗？不是，还有零有整的呀？哎，我昨天晚上起夜没看着，你上哪儿去了？我昨天在楼下写歌来着。你不是不愿意和我睡吗？我以后我就住车里了。挺懂事儿是吧？还有那老孙头要学鼓啊，晚上我让炸药教他啊。学费一个月5000，你记得给我要回来，好吧？好啊，那。哎，不对吧，龚哥？那要回来，那钱还得给炸药啊。可以啊，给他300。哎呀，好人一生平安。咱们乐队即将会迎来我精心策划的一系列演出，所以咱们要排练一首自己的歌。接下来有请大家欣赏胡亮的原创歌曲，一首《松糕蛋》献给大家。哇哦！已经记不清楚我从哪里来，忘记了为什么而存在。怎么样？继续。没啊，一首歌就两句啊。那哪能呢，我就写个两句。一个礼拜写两句？快啊慢啊，胡亮，哎，我上辈子炸多少敬老院，遇到你这么个玩意儿。你们谁还写过歌？建国，我可以试试。来不及了。已经记不清楚我从哪里来，照这个练。你写的？别管谁写的了，先应急。能不能看懂谱子？这有啥看不懂的？哎，不是，这是你写的吗？让你弹你就弹，哪来那么多屁话？你总是提出问题，后面挂着 A B C， 我填上 A C D C， 你却骂我是烂泥。我只想保持本色和少年的心情。
十一月的雨，听你骂我没出息，为梦想做成了自己，也不要平庸的喘息，我要的并不在这里，你给的答案没意义，此刻我怎么可以输给你，所以我每一个都全心，就用最轻轻松松的一笔，回答你所有的问题，多神奇，多神奇，多神奇，你知道我想吗？你问我长大了以后到科研还是开飞机，十分理解，我那个大破车乐队，我招谁惹谁了？那是我的特征。你的特征，你咋不写大舌头乐队呢？那我认为瓦嘎利更乐队蛮屌的啊。这我师傅说的对，是是。什么是是？瓦嘎利贡乐，瓦嘎利贡太绕了，我说不了这个词儿。咱们淘汰的就不要再讨论了，现在就从西西的小美女乐队以及建国的天狗乐队之间，咱们进行一个选择，大家伙可以投票。那不用投啊，来来吧。那我支持天狗乐队，天狗吃月亮唯美，咱俩喝一个，浪漫是不是？建国和月亮没关系，婊子配狗，天长地久，天狗。那不应该叫天狗，应该叫配狗啊。都选 C， 是你写的？上学的时候写的，那时候一考试所有的题都选 C， 一分钟交卷，然后就去练乐队。你也组过乐队？组过，吉他手兼主唱。那这么多天，怎么没见你弹过吉他？我现在弹不了了，上大学出去演出被酒驾的三轮车给撞了，食指和中指都不灵活了，永远的剪刀手。你是因为什么喜欢上音乐的？我小的时候喜欢黄家驹，梦想就是可以站在舞台上唱他的歌。我每天都求我爸，我要学吉他，我要学音乐。但是那个时候家里穷啊，我爸下岗，我妈家庭妇女，根本就没上过课。不过呢，我还是每天不依不饶地磨我爸，磨了大半年以后，终于有一天，
我爸把我给揍了。揍完之后没多久，我就有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把吉他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我妈把家里的缝纫机搬到商场给人牵裤边儿，我妈一脚一脚把我踩进了音乐学院。去的时候还是吉他手，毕业就变剪刀手。你是因为手受伤了才不干乐队的？不是不干了，是被开除了。我弹不了琴，就不想唱歌了。毕业以后去北京当了个小经纪人，公司把破吉的乐队给我带。那时候已经没人听摇滚了，没几天他们就解散了。我成为整个经纪人行业的笑柄，又被人家开除一回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，龚哥？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不会开除你。名字这事儿，这不摆上啊。诸位，既然龚哥他妈用缝纫机一脚一脚的将他踩到了这里，以后我们乐队的名字就叫做"龚哥他妈的乐队"。摇滚吧，缝纫机乐队！大吉他，我们来保卫你啊！林总，我看建国总没啥事儿，应该不会再激情造势了。没事儿，事儿大了。要是建国他们的演唱会成功了，政府一看观众热情高涨，摇滚不死啊，那咱们摇滚公园这片地怎么办？你说都忙了大半年的事儿了，谈到腰眼上了，被自己亲生闺女给踹了一脚。好，我明白了，我现在就去把乐队强拆了。拆你个臭流氓。哼，我们公司一贯的宗旨是什么？说一遍。文明强拆，策略先行。来，我今儿跟你们拼了，我还就不信了，谁敢动我的厂子，我骂死他！来呀，来呀！哎，佩服佩服，是条汉子，邓老板吧，我今天来。给您带了样小礼物，来吧，开幕吧。我在澳门赌场把您亲弟弟给捞出来了，他的债也全平了，外贷300万现金，您好好想想，您是拆呢还是不拆呢？看我的，后面车，来来来，到我了，往前开，开啊，你开啊，开开开，往前开，往前来，我开，好，开，哎，开。我跟建国本来关系就不好，你让我强拆他的乐队，你想让他恨我一辈子？那么大的公司的副总让他当着，他还是瞧不上我这个爹呀。哎呀，我真的不知道我究竟错在哪儿了。丁总好。好。哎，听我说。暗中捣乱，别让建国知道。哎，还有，让张发财那个大傻子离建国远点。哎，去二姐飞唱片。我岳父真是这么说的呀？啊，给我整急眼了，我就让我爸撤资，让他乖乖的把建国嫁给我，老老实实的给我当爹。
窃听器安好了，楼上楼下都能听。大帅啊，你这咋不帅了呢？嗯，你这脸咋整的？让人发现了？哦，门口井盖坏了，我可能掉井里了。你他妈就是掉井里了，还可能？这人还能掉井里？哎呦我的天哪！我给你10000块钱，看你鞋垫，你再给我掉一次呗。那么困吗？成天都干什么玩意儿去了？老孙头学武那5000要不要我来？哎，对，郭哥，你记得那两口子吗？就骑哈雷那个，我把钱都给他们了，让他们吃两杆大旗，帮咱做广告。洪亮，哎，来，你过来，来，来来，咋的哥？我看看，来看啥呀？长白头发哥？我看看，这是脑袋是缩边啊？能不能冲水？这不头行，这逛啊！有钱怎么不还我？那边搞骑行的靠谱吗？赶紧打电话！打电话干啥呀？打电话把钱要回来！大傻子！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欠费。欠费应该是，我给他充100块钱吧。充什么100块钱？哎呦，不行了！那就是俩骗子，看不出来吗？演出开始之前，我必须要见到尾款。哎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这是人质。不，你给我，你给我。别，你别，你不给钱我撕票。好，我不动，好不好？我不跟你撕吧，我怕整光我发型，一会儿我还得见甜甜呢。你知道甜甜不？甜甜，我朝思暮想的甜甜，吉安的林正英，耳膜马杀鸡，听觉大宝剑。同样的夜晚，别样的心情。本节目由吉安最大的连锁超市邦家维赞助播出。邦家维，无敌好寂寞。我是你们的甜甜，广告过后马上回来。京东精准答，接下来就是咱们了。放心吧，我们精精神神的啊，珍惜跟甜甜姐姐相处的时光。哎，老弟，加油哦！甜甜姐姐给你大保健。就甜甜那小聪明，这要宣传出去，还得了啊！老天哪，心得多大呀！啊，不他妈卡那样了，还吃呢，还喝呢，不怕破伤风吗？就是你俩，我狗屁不是！我打电话摇个人，我把我社会哥们一叫，猛攻电台，你看着。发财总，冷静。你岳父说了，要低调，所以我认为一定有更委婉的方法。哎呀，还他妈委婉！你这第几碗了？来吃吧，尝尝咸蛋，来。喂，是警察局吗？啊，你好，我是一名普通的出租车司机啊。刚才我接了几个乘客到电台，我隐隐约约听他们聊天啊，好像说什么要把电台炸平。缝纫机乐队，麻烦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吗？我那个他。大家好，我叫丁建国，是缝纫机乐队的贝斯手。喂，你好。哎，那个大家好哈，我是那个缝纫机乐队。甜甜姐出事了。我的名字叫那个炸。炸弹。哎，这个姐不是炸弹，是炸药。不许动！炸药！手放头上，靠枪！快点！站好！站好！把头放头上！站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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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动！别动！站好！站好！不许动！炸弹在他身上！干什么？干嘛呀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怎么的？杨老师，你这 pose 太拗了，你这不行，你挨个摇滚点儿，挨。耶！哎，待会儿
会儿替我向那个同志道个歉。哎，对对，我们也是接到群众举报，防患于未然嘛，实在对不起啊，给您添麻烦了啊。哎，你不绕点向里走啊？来来来，我骑着。哎，对，想象一下啊，微笑、阳光、沙滩。啊，我没事了，不用担心我了。谁担心你呢？我们就想知道妮妮是谁。妮妮，丽丽是一个纹身师。我第一次见到她，就深深的爱上了她。就纹这个是吧？不是，突然想换一个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丽丽。那就问四个字，我爱丽丽。超级屌，超屌，冒昧的多问一句啊。哎，请说，这个吉祥是谁啊？哦，我妈。但这都不是重点。重点是那个时候我已经疯狂地爱上弟弟了。当我正要准备展开爱情攻势的时候，弟弟消失了。我没有他的联络方式，也不认识他的朋友。但是我敢打赌，他一定是吉安人。就是这个感觉。所以我来到吉安寻找弟弟。你们知道为什么我要加入乐队吗？因为我要唱遍吉安，让他看见我嘛。你知道为什么我要背着打鼓吗？因为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太帅，然后爱上我嘛。全部都是为了我的利嘛。是这样的啊，你背对着观众打鼓，你的利怎么看见你？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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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这个感觉。师傅。听说我有个师娘叫丽丽，是吧？这巧了，徒儿家狗也叫丽丽。闭嘴，再给我敲大力一点。你没吃饭吗？啊，我是没吃饭，给人敲了六个小时。西西，怎么了？啊？爷爷，我发钱找不见了。那你刚才都去哪儿玩了？就去后院玩了。走，爷爷跟你找去啊。走。哎，不哭。哎，发卡，我就不信那发卡能飞了。真是的。来，擦擦。再擦擦。最安全的地方啊，而且有动静，怼上怼上。哎，咱是不是得锁上门啊？心太细。这月黑风高孤男寡女的，锁门干啥呀？不懂，锁好了。夏河这啥呢？哎呀，别多想啊。长啊你都，你快点，拿出来让我看看。那么好急呢？咱俩是不是先洗洗洗干干净净？洗洗。啥呀？快点。别瞎合计都啊！我先把扣解开。我跟你说，建国可乖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当当当当！哎呀，怎么样？挺威猛吧？哇，真好看。哎呀，你轻点摸，你那手指盖那么长，再把大宝贝给抠坏了呢。这有什么的？又不是没摸过。上次彩排的时候，我偷偷摸过好几回了。好几回了。哈，这有什么的？你知不知道吉安多少喜欢耀武院的小姑娘都想摸她，然后你摸中啊，你还搁那，还这有什么的？对了，陈工还一直惦记这事儿呢，我把他叫来，咱仨一起。啥？冷静，毒恶恶不如众恶恶呀，咱仨好好照套写真。牛念，别自个儿摸。好了好了，冷静，别自个儿走。大台主，冷静啊！你可得冷静，走开！冷静！哎呀，走开！冷静！冷静！我见火咋了？我摇人！摇什么？暴露目标就完蛋了呀！
把腿锁上。方才总，这可能就是一场误会。对呀，干羞羞的事哪有不拉窗帘的？怎么样？停。造起来。哎呀！大家走，大家走！哎呀！建国，回来！回来！建国，建国，建国！哎呀，他可能掉井里了。你窃听器装哪屋了？就这屋，这屋。行不行？拜拜。出去了吗？对呀。胡亮没接电话，你来上。我？你也可以试试啊。加油！来了，老弟，你这是？姐。帮我个忙，我着急。着急也没有用啊，你姐夫搁家呢。接下来有请本土乐队缝纫机乐队为大家带来表演，掌声欢迎。各位老师和同学，
演出呢出现了一点小状况，希望大家拍照留念可以，但是千万不要发微博发朋友圈。这位工作人员，这个你放心吧，我们吉安七中是全省重点中学，是不可能有学生能把手机带进学校的，对不对？谢谢。下一个节目，起来起来，走走走。缝纫机乐队在七中的表演刷屏了全吉安的朋友圈，而距离他们9月30号的演出也越来越近了。他们会创造奇迹吗？今天真的好奇待啊。来来来，我来宣布一个喜讯，市政府明天晚上有一场晚会，邀请咱们乐队表演。啊，那就是我能见着姓赢导的呗。那就是摇滚公园有舅哥呗。看你们表现了。我记得乐队吉安之夜那天晚上，全吉安的人都去了，就我没去。没想到20年以后跟你们混在一块儿。吴亮，你这吉他再弹几年，很有机会成为下一个我。成为下一个你？嗯，不可能。我不可能等到你，是吧？老杨没事吧？没事，就喝了2两啤酒，今儿高兴。想谈吗？手不行。
你是成功吧？嗯，我是建国的爸爸。你们的事儿，我听说了。我们什么事儿？哎呀，建国这孩子呀，平时不爱跟我交流，我还是通过政府里的一位朋友打听到的。这八字还没一撇呢，怎么还惊动政府了呢？哎呀，还是大城市里来的孩子，叔叔很欣赏你。那个叔，我不太了解咱吉安的风俗，您这是给我钱，还是让我往里存钱？哎呀，你真是太幽默了。这里面啊，是个吉祥数，666,666。今天晚上市政府那场演出，你就推了吧。大吉的下面那块地，对叔叔来说非常重要。啊。丁总，这是大家伙共同的音乐理想。我给卖了不合适吧？哦，理想。你看，摇滚梦我也做了好多年。即使摇滚了又能怎么着啊？你看那个破吉的乐队，那几个老东西，现在有谁还认得他们？一个比一个惨。你看看他们现在，你再看看我。理想有什么意义呢？可是您那纹身，布字只洗了一半，还是放不下吧？你们这些年轻人呐，做什么事儿都讲个情怀。我是要洗的，可是这布字我洗了一半，我受不了了。洗纹身太他妈疼了。在见打吉他的时候，我也买过馒头，拎着琴去慰问工人师傅。可是有一天大夫说建国的妈妈病了，要换身，我怎么办？难道我到街上摇滚一段管别人要个身？后来我就明白了，钱可以救命，可理想不能。建国好好的副总，你就让他好好干呗。孩子，别这么为难，我再给你加50万。那个，龚哥，你不行，再争取争取呗。就哪怕让我们唱半首也行啊。争取过了，政府的工作人员说节目超时了，唱不了了。这不应该，这咋说不行就不行？
大半夜的来这儿干啥呀？胡亮，他每天晚上都来开大车，他说他还欠你钱。我爸给你的钱数字还挺吉利的吧？看来我真应该去庙里拜拜了，又遇到一个人渣。放开他，让他打！
该去的唱片店，昨天是他的最后一天，曾经让我陶醉的碎片全都散落在街边。我最爱去的书店，他也没撑过这个夏天，回忆文字流淌着怀念，可是已没什么好怀念。就像我曾经的那些梦一样变得模糊看不见，那些为了理想的战斗也不过为了钱。于是我最恨的那个人住进我自己身体里面，还没年轻就变得苍老，这一生无解，没有我的空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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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曾热爱的那个人，这一生也不会再见面，你能在这理想的废墟上已没人觉得你狂野，那些令人敬仰的冒险只在无知的人心中灵验。我住在这现实的房间，这一夜无眠，我不要再失败过的小哥仨，这是要去国外当红绿灯啊？师傅，我们是去国外当明星的。star。那绿灯，我觉得你肯定最火。啊？我就喜欢绿灯。我可不想堵在这儿。衣服就偷，哎呀，这不喜欢裤衩子吗？来来来，给你给你。
给你。我今天就要看看你是谁。我对不起你，公哥，这事儿都过去，我想明白了，大吉的拆不拆，咱们说的不算，是我不好，是我太幼稚了。我想把演出继续办完。时间地点都不变，成不成？我不想唱，我不是不能唱，我是不知道为什么而唱。大吉他没了，我现在只想修车。胡亮，你听我说，车得修，歌也要唱。不唱心里那口气儿就没了。你哥我以前心里也有这股劲儿。那时候我想的是什么？想的是每天什么时候开始。现在心里这股劲儿泄了。我想的是每天什么时候结束。心里有这股劲儿的时候，你哥也他妈摇滚过。现在这股劲儿没了，我天天想的都是这个，是这个。但你不能这样，只要咱们继续唱，大吉他就还在，不唱就真的没了。整不整？可以整，也可以。整不整？整，大点声！整不整？整，整不整？整，整不整？整整整！给孙子整！妈妈看过你们的视频了，今天不跳楼了，走正门。妈妈，上台穿这个。一会儿跆拳道馆有一个表演赛，妈妈比完赛就看你演出去，好不好？好。李美艳，李美艳，我问你，今天让欣欣去演出行不行？爸爸，宝贝儿，你不要说话，你记住了今天爸爸为你做的一切。这就是你苦苦寻找的私房钱。全部了吗？嗯。女人，你的名字叫贪婪。瞅啥呢？紧张了？啊？啊，没，很正常。咱们乐队刚成立一个月，
就要面临这么大的演出，不仅你紧张，大家都紧张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对对。三代一。给兄弟们分了，发财哥，这点糙活让兄弟们干就行了。你这伤还是在车里歇着吧。不行，我必须要亲自殴打那两个侮辱建国的人。大家在车里啊，都别动。古惑仔大哥，劫运钞车我能理解，劫消防车家里停水了。你少他妈在这贫！大麻年，我知道你是谁。我谁呀、啊？你是隔壁邻居大哥。我跟胖大姐真没事，我俩没事。什么胖大姐？就那次光屁股跟俺在一块儿，那黄泉叫啥？他妈是又劈腿了呀？是不是又劈腿了？干仗！
缝纫机乐队要在摇滚公园的废墟上把歌唱完。曾经的摇滚少年们，你们会和甜甜一起在台下为他们加油吗？你们来了，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，上台就能唱。哎，师傅，你这手……没事，大家听我说，咱们所有的准备都是为了这一刻。既然大吉他没保住，就跟他好好告个别。来，摇滚吧，缝纫机乐队。Thank you.
我们能站在这个台上，要感谢一个人，他就是我们乐队的经纪人成功。功哥，我脑子笨，我也不知道你的影响到底是什么，但是今天我想让你上台唱首歌。我们吉安都是乐手，今天让我们给他伴奏好不好？Thank you.
晚安。摇滚吧。那都是逢场作戏，早后老班去了。张扬，丽丽，丽丽，彤彤，彤彤，爸爸，爸爸，哦，这是我女儿彤彤，刚从国外回来。啊，来来来来来，归你啊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就是这个感觉，我叫丽丽。那就纹四个字，我爱丽丽。想叫我简单。
站呢？倩倩老师，是在这儿教跳舞吗？这视野不错啊，这车。无论从性子还是外观上，碾压他们，也就剩碾压了。能开快点吗？还是个极品，坐稳了啊！推背狗。挺配哈。挺配。多少钱？6块。大力，你看那个大吉他发不发的疯？